咩还可以啦吼，但是咱这个海花这边在改造，拢单机就贵，我都感动的，因为要做一件代志吼，哎，杂杂滴滴，你还要再跟地方沟通。我们里长就是在我们地方来讲，关心我们地方发展，哦，不仅在我们很多打疫苗政策，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观光的发展，还有这个我们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设，都给我们最大的帮助。所以要在这里谢谢我们所有鼓山、盐城、旗津做的里长，我会有。